兰县五结乡靠海的纪兴村、立泽村、陈兴村，位在东山河冲击的沙仑沙地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在淡淡的咸味海风吹拂下，沙地土质种出来的花生香味浓，软硬适中，软的不会太松垮，硬的不会太坚硬，地方上称为沙仑的土豆。五结乡公所为了增加农民的收益，行销沙地花生。6月30日在五结乡立泽村下福福德庙举办111年五结乡好事花生行销发表，以行销五结乡特产，提高产值，增加农民收益，并且借由行销推广地方产业，行塑地方特色，期望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。五结乡长沈德茂表示。所以这十几公顷的土豆，其实你家己干，这生产的品质拢真好，因为受到这海风吼的这个影响，所以咱的土豆第一海风影响，第二个咱的土质是水沙地，水沙地，所以以这个两个条件下，和咱这个土豆你才生长吼，加真水，嘛加土豆仁加真巴仁。伊个内底油脂真高，所以特别香，特别好食。阮个土豆吼，你会知甲咱个吉力干即个林和良船长啦吼，也是讲咱即个龙金客来做联络一下，都可以买得到，都可以买得到。五节好事发生，欢迎来品尝。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张凯婷采访报道。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，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，正声广播电